要有新衣服了啊！这周给大家足足准备了三件衣服。嗯，虽然说三件衣服在淘宝的上新量来讲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我们店铺来讲，这是比较高的上新量了。这三件的背后大概要淘汰至少20-30件的衣服。那天我们还粗略算了一下，现在选品的通过率不到10%。一个是我现在对于衣服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然后我会保证每一件上新的衣服都是我自己非常拿得出手、非常满意的。我也有信心让大家收到之后，不但是喜欢它的款式，穿起来是让你们觉得非常舒适，而且会经常穿出门的衣服。好了，那废话不多说，咱们就看一下这一期给大家选了哪几件。第一个非常推荐呢，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个卫衣套装。我这件衣服大家如果平时穿休闲装呢，你们闭眼住，真的巨舒服，就舒服到可以当做家居服的那种。你们知道我之前给大家选的家居服的这个舒适度的要求，你们就知道这件衣服有多舒适了。因为它是含有天丝的，就你们能看到它这个垂感，然后还带有一定光泽，就品质上看着就很好，而且做工走线非常整齐干干净净的。然后款型是这种落肩的设计，非常休闲大方，然后两边是用蝙蝠袖，胖瘦都能穿的，就是不管胖瘦它都是穿起来都有一种很休闲很 chill 的感觉。裤子在侧缝这个位置有一个拼接，那从侧面看的话，这条裤线其实是向前的，视觉上也会看着比较瘦一些。虽然说是一个套装的设计，但是平时大家也可以分开去穿，这个上衣像卫衣搭什么牛仔裤啊，然后这个卫裤上衣搭个衬衫什么的都是很好搭的，然后也可以分开买，上衣是139，裤子是149，不过强烈带大家入一套，这样更有范儿一点，然后入一套的话还会再减10元。给我有4个颜色，我现在身上穿的是我最喜欢的白色，也就是说白色是最显贵气的颜色，然后还有这个比较金脏的这种浅灰色，经典黑的话就平时配牛仔色会更搭一些。我自己还非常喜欢这个墨绿色的，这个墨绿色就感觉更欧美一些，就搭一些暗金色的首饰或者皮肤比较黑的朋友穿这个会更有范儿一点。颜色就看大家喜好了，反正大家也不用纠结，我估计你们买完一套之后，这个舒适度肯定还会让你们再买一套。不过有一点要说啊，因为咱们这个衣服里边它有很多的天丝成分，天丝这个成分还是有一点娇贵的，如果穿这件衣服尽量不要去跟摩擦力很大的这种物体去摩擦，比如说像坐椅子尽量不要去坐这种藤编的这种椅子，这样很容易去勾丝或者是引起这个起球的风险。这个库存每个颜色只有100多件，卖完之后就不会再补了，这个也是因为之前有品牌走的定制，剩了一些库存，所以能卖这么便宜。真的，这个价格你们就买回去当家居服穿也是非常值的。然后就是好多人上次在催的这款牛仔外套，这个牛仔外套上次也有朋友发现了，这就是我们春款上的那件。上的时候其实我就跟大家说过，这个外套它是不会过时的，特别经典的这种廓形牛仔外套。其实秋冬来讲的话，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入这种廓形的，一个是这种廓形的设计会让你的脸显得很小，而且它可以套很多衣服，等冷的时候你可以往里边套个衬衫或者套个帽衫，叠搭去穿的话是非常有层次感的。其实每个时尚博主衣柜里边肯定都会有一件这样的廓形牛仔外套。我当时选这个不单是因为它这个版型很经典，还有它的面料是特别舒服的。你看它这个衣服很有型，但是面料一点都不硬，就是这种软牛仔的料子穿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春款卖完的这个评价，对这个评价还是非常高的。秋冬除了补单的这个浅蓝色的，我们还加了2个颜色，就是原色的牛仔布，还有一个是这个米白色的。原色给人的感觉会更加复古一些哈，这个就比较有个性一点了。我现在穿的这个是 S 码的，刚才穿那个是 M 码的，我个人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 M 码的，这个感觉明显肩就窄了一些。深色牛仔的这个面料的柔软度会比浅色的那个还会更软一些，不过因为它是这个深色的问题嘛，它多少会有一些掉色。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发现掉色，你可以先拿这个盐水浸泡30分钟。这个我们本身是做过固色的，但是多少还是避免不了，然后大家洗衣服的说给它区分开就行了。之前如果入的这个华夫格帽衫是白色的，你就可以搭这个白色牛仔外套，这两个会比较搭一点。价格蓝色的深蓝和浅蓝都是咱们原来的副团价249，因为这个白色的面料跟那两个的面料不太一样，它有这个三方处理，成本会高一些。这个白色是279，这个价格其实也不算贵，但是确实是能穿得住的一件衣服，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最后推荐的是这条非常舒服的直筒牛仔裤。这条牛仔裤它的裤型就如大家所见，就是直筒的，非常典型，然后很显腿长。就如果说你是大腿粗的朋友，这条裤子不用担心啊。然后它的裤腰是很高的，可以到肚脐眼这个位置，可以盖住，而且后面臀部的这个臀部线条包裹的非常好，两边侧线它是有一个小开叉的，这样可以有一点垂地的效果。啊，最关键的是想给大家说，这条裤子它的面料真的是太舒服了，就它是很软很软那种牛仔布，但是又不是说那种软到没有型，就穿起来非常有型。这个牛仔裤贵主要就是贵在这个面料上了，真的是倍儿舒服，然后垂感又很好，你看。这条裤子的定价比我们之前做的牛仔裤价格会稍微贵一些，它的上新价是199，但这个裤子大家拿到手之后，你们就明白为什么它会卖这个价格，舒适度、版型上都会比之前的会更好一些。好了，那这次的上新穿搭就是这些，也真心的希望大家收到后会喜欢，今天就这样。